刚来呢就看到前面的弟弟遇到交换机会，而且还是一二星都有交换，这种交换超少见的 ，Air 也只遇过一次啊。来看看弟弟有没有换到五星呢？可惜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Air。那刚刚前面的弟弟打完就走了，不知道里面有什么，还是来投石问路一下。哦，小图有五星力神基格尔德，那先选个四星的。右边一个大槽。水哦，直接喷四星的给我。看能不能一场抓到四星跟五星的基格尔德啊。可惜没遇到。没遇到的直接来看推球，苗大师球推通常是精灵球啊，这边可能晚了一点，变成了超级球，一下，两下，三下，三星三奈朵爆了。哇，刚刚上一场迪迪才出交换呢，我这场又有交换，还是来给他骗一下。大叔诚实点吧，一星换二星，果然还是遇不到诚实大叔啊。换到了二星蚊香君。至少还有气息啊。来吧，基格尔德。哇，气息还是没遇到哎，赶快趁都没人，继续来下一场吧。是因为靠近淡漠了，还是卡价太低？发现最近打的人呢有明显减少许多啊，不过这样打起来比较舒服，依旧没大图。哇，还是没遇到哎，不过二一配应该有气息吧。没遇到一样，直接来看推球。这次好像又更晚一点推了，结果就是推到精灵球。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两只都锁住了。本来还想要让二星爆掉，哦，居然又出现一二星交换了。这个不换不行呢。感觉换到五星的机会很大哎，连续三场出交换，结果 Air 这边忘了要先选二星呢，还是选了一星做交换。比上一场好一点呢，一星换三星，我相信会越来越好的，总有一天会让我遇到诚实大叔。换到三星好坏星，刚刚应该要先选二星交换啊，比较有机会又有一星交换，没关系，省三十，看气息能不能遇到力神啊。
哇塞，平时最好遇到的厉神，今天我居然都遇不到耶。没人就继续拼搏，没人排队就会很想一直打下去啊。大家也是这样吗？还是设定某一个场数，场数到没打到就离开呢？哇，还是没有大图耶，也太会躲了吧。依然呼喊不出来啊。直接来看推球。超级难下的超级球。刚刚已经锁不住三星沙奈朵了。希望这次也不要锁住啊。一下。两下。三下。真的没锁住沙奈朵，该不会又要出交换机会了？还真的耶，连续四场出交换机会的几率是多少啊？有点夸张耶，应该要来个诚实大叔了吧？哇，终于，终于遇到诚实大叔了！结果力神没遇到半场就交换到了，果然这游戏什么都很难说啊，没遇到不代表没机会啊。终于开心图鉴了，开心，还有气息耶，那就来展示力神的力招式。盖欧卡先攻，不过怕力神没办法展示力招式，盖欧卡先不放 W 招。那靠，对方两只送走胡帕。不小心按到闪避，胡帕闪开了，轮到巨藻怪攻击，结果反击机会，为了力神，放弃反击机会啊！力神终于可以登场了，帅啊！盖欧卡不可以按太高，加食欲闪避。还行啊，重头戏来了，基格尔德的力招式。直接带走两只啊。来看今天最后的推球，超级难下超级球啊！哇，两只都抓到了。
四星还很多，就放生吧。今天的抽奖是由保有冠志赞助，这次来抽金卡五星闪电鸟。帮我订阅频道，影片按赞分享，在下方任意留言，我们抽一位。今天影片就到这边，我们下次见 ，Ciao。